我们张工老师，暨南大学的张工教授，这个只能是简单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我自己看过这个张工老师的这个简历，其实他简历就是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只能说的简单一点。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张工老师，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可能这个我猜测的出于对某些事情的兴趣，他可能经常会跨界。然后每次跨界的又都做得非常的优秀。张工老师的博士毕业于德国波茨坦大学，然后获得德国这个怎么读啊？米歇尔森 Prize 最佳博士生奖。然后他是这个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863青年科学家，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以及国际人类大干自主计划骨干研究员。还有这个获得美国化学学会颁发的这个会员奖，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些 title 了， title 当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张工老师他们所做的这个研究工作，因为他这个应该算是翻译组学，就是说创始的这一波人嘛，所以他们的研究领域主要在翻译组学、生物信息学以及系统生物学。然后张工老师的研究呢，发现这个蛋白翻译的术语是调控决定这个蛋白质分离的关键因素之一。然后呢，他们首次实现了这个高等生物翻译中的 mRNA 全长测序，建立了这个翻译中的 mRNA 与蛋白质丰度之间的定量关系，将这个中心法则定量化。因为这些比较出色的研究，所以这个翻译组学因为在这个之前可能翻译组学你可以谈，但是实现不了，说多了也没多大用。但是因为张工老师他们这个研究，这个翻译组学就这样建立起来了，然后翻译组学分析了，在这之后呢，就被作为国际人类蛋白质自主计划的这个核心支柱之一。因为这样一些比较开创性的研究，所以张工老师在参加这系列这个核酸研究 Plus Genetics 这一知名期刊上发表了30一篇 SCI 以及2项国家发明专利。因为我自己可以说现在也涉及到就是翻译组学的这个研究内容，但是我自己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力，所以呢，对于我来说，其实看到说张老师在这个发的这些文章，对于我来说，这些东西都不如他建立的这个方法，就是至少对于我们这个研究方向，就是它的推动意义了。因为这些文章，我觉得已经不足以表达这个贡献了。然后再花几分钟介绍一下，就是张老师，我觉得非常还印象深刻的一个就是他科研做得好，而且这个产学研结合，就是刚刚讲的跨界的牛人，然后他们研发的这个叫 Fancy 系列超高精度大规模测序序列比对算法，是目前这个精度最高的算法，有效解决了大规模测序的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其实他的这样的一个算法呢，就是张工老师的也创立了这个深圳晨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其实这样一个算法就是建立了这个第一个高度实用化的基因测序分析云平台，而且最近就是与华大制造建立了这个战略合作，因为我这个方面也是外行，只能照着念一下，待会儿张老师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好，谢谢。非常荣幸今天有机会能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翻译，我主要的这个在科学上面主要的做的工作呢，就是翻译组学，就 Transcriptomics。实际上我以前呢是职业的三维动画师，大家都看过我的作品，就是北京奥运会的那个场馆动画，然后我是主创人员之一，所以你们都看过我的作品。然后现在呢，我在暨大著名有名的一门课是音乐欣赏工程课。所以说跨界是对，我是一直在跨界。好，那么我们回到这个科学这个生物学上来啊。那么大家可以想想看，近代以来中国有没有科学家在现代生物学基础里面建立新的学科？如果没有，那就从我开始吧。那么这个现在呢，已经我做的几项成果呢已经写进了教科书，那就是国家统计教材基因工程原理技术，可能已经有一些学校在采用了。
那么这里面主要是写了我的两个最重要的贡献，一个是翻译数学，一个是 Fancy 机械的算法啊。那么这个演讲里面主要给大家介绍这个翻译数学，就 Fancy 算法。如果说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话，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好，那我们还是说回翻译数学。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心法则在高中大家都学过，编码在 DNA 上的基因信息经过转录变成 RNA 经过翻译然后变成蛋白质。所以呢，研究所有基因的有基因组学，研究所有转录的有转录组学，研究所有蛋白质的有蛋白质组学，那么研究所有翻译的理应有一个翻译组学，对不对？那所以翻译组学就是在于你研究所有翻译的东西全局性研究。要特别注意的是，翻译组学它并不是转录组学的一部分啊，它不是一个子集。为什么？因为翻译过程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它有很多东西来参与。核糖体是翻译的机器，然后 mRNA 是蛋白质合成的信息蓝图，然后 microRNA 等调控性 RNA 呢会选择性调控某些mRNA 的翻译水平，或者是选择性降解 mRNA。然后 tRNA 会携带氨基酸合成蛋白质，全局性的调控翻译速度，控制蛋白质的产量折叠。然后呢，翻译过程中会生成新生态链，新生态链在翻译中就可以开始折叠，然后最终呢形成蛋白质啊，一定空间结构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会行使某些细胞行为。所以广义的翻译组学这些东西，通通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所以它并不是这个转录组学的一个子集。我们非常的骄傲的是，这里面所有几乎所有东西的组学研究基础，就是全面性的研究基础呢，几乎都是我们实验室开发的，包括这个翻译中 mRNA 定量测序啊，翻译这个连根起始，然后延伸，然后 tRNA 组的全定量测序，然后包括这个翻译起始和翻译延伸的系统生物学模型，然后这个还有一些调控的东西，方方面面都基本上都是我们首先研究的。好，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翻译组？它重不重要呢？从 DNA 到蛋白质，我们至少来讲会有四个阶段的调控，一个是 mRNA 生产调控，也就是所谓的转录调控，然后呢 mRNA 降解调控，蛋白质合成也就是翻译调控，然后蛋白质降解调控，至少有这么四个过程。那么除了翻译调控以外，其他三个调控三个阶段都有连篇累牍的文献啊，各种 CNS 文章去研究。翻译调控却非常非常少，但是 Schweinhäuser 等人在 Nature 上2011年发了一篇文章，他去研究这四个阶段它的调控的幅度有多大。然后我们看见，无论是理论计算还是实验的验证，翻译调控在所有的这个调控的幅度里面占了54%。也就是说，翻译调控的幅度是比其他三个阶段的调控幅度的总和还要大。那我们都知道啊，学过哲学的都知道，我们抓矛盾要抓主要矛盾，对不对？所以这个翻译的这个调控啊，它是一个主要矛盾。你抓住了翻译，就抓住了这个生命的咽喉，可以这样。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种类的 RNA， 对不对？那大家这些名字，我相信在座的同学可能基本上不可能吧，还全都认识吧？是什么东西，是吧？但是再复杂的 RNA 种类，都要经过翻译才能落成的蛋白质，蛋白质才是行使生物学功能的执行者。所以落实不到蛋白质上，或者说无法调控蛋白质的 RNA， 那都是耍流氓，都是没有用的，可以这样想。或者说我不敢跟他说完全没有用啊，但是你至少不应该是你的研究重点。所以呢，我们研究翻译组是非常非常，以往是大家没有这个能力去全局性的研究翻译，而现在我们有了翻译的各种研究方法。所以如果大家想研究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那么对于翻译而言，从 mRNA
首先要经过翻起始，啊 ，mRNA 要结合上去，于是呢，就会有这个就是核糖体生成酶组合物啊 ，RNC 这个东西，然后呢，再经过延伸的过程，才能生成蛋白质。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看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去全局性的研究翻译起始。大家都知道 ，mRNA 跟蛋白质的递链相关性很多，对吧 ？mRNA 多并不意味着蛋白质多，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大家看 RT-PCR 的结果和你的 Western 结果是不对不上的，那这个是普遍现象。那么随着主角的发展呢，大家从各种不同的这个生物里面都发现啊，这个相关性都非常的低。大概是 RP40.01-0.4 的样子。那么2001年，就有人专门认为，如果能够全面测定正在翻译的 mRNA， 就能够直接一个翻译调控，连接 mRNA 蛋白质。但是呢，有个话叫做 UKUR， 你可以提 idea， 你永远可以提，但是谁能够做出来呢？对吧？这是另外一码事了。所以呢，在2013年，我们才真正的把这个事情给做出来。那么我们实现了人细胞内全长翻译中 mRNA 的定量深度萃取，这是翻译主学的可以说是开端之作。那么翻译主学说我们要研究翻译中的 mRNA， 那肯定首先要把它分离出来，对不对？要不然你怎么测呢？那么转录组萃取大家都知道啊，一个细胞里面的 mRNA 都提出来，然后把它萃取了啊，这是转录组萃取。翻译组测序呢，就要多一步，就要把这个 RNC， 就是说跟核糖体结合的这些东西分离出来，然后把核糖体拿掉，把这个 mRNA 拿出来，然后呢，然后把这一部分的 mRNA 测序，所以这条线叫做翻译组测序啊，狭义的翻译组测序，简称呢 RNC-seq。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你要想把 RNC 能够完整的分离出来，并且上面的 mRNA 还不断不降解啊，整个过程是不能加 RNA 离子剂的，整个过程要13个小时，所以大家想想看啊，至少我们之前最开始做的时候已经要离13个小时，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这个条件是多么的苛刻。大家可以试一下，拿 TRISO 提一管 RNA， 不准加任何的 RNA 离子剂，提完了之后在桌子上放一晚上，第二天跑焦，要求不降解。啊，大家可以试试看你们能不能做得到，不是说做到一次两次，我要每次都能做到，大家可以试试看能不能做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中国大陆还没有任何一个，除了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实验室能够做得到。那所以这个是研究翻译组的最基础的技术。那么我们测了翻译组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情况，那就是翻译组本身和这个是正在翻译 mRNA 的定量和这个蛋白质本身仍然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相关性的，但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三元定量关系，也就是说正在翻译的 mRNA 长度、蛋白质这三者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三元相关关系啊，三元相关关系 R 平方达到0.94，那么这是在一株细胞里面做出来的，其他的细胞里面呢一般来讲是在0.85到0.97之间，所以说我们。如果我们知道正在翻译的 mRNA 和 mRNA 长度，我们可以推算出蛋白质的量来。因此呢，这就实现了1958年 Crick 提出的是定性的中心法则，55年之后我们实现了定量化的中心法则，从此这个 mRNA 和蛋白质之间这个定量关系我们是可以推导的。然后当时也是这个国内有很多的这个媒体，专业媒体报道啊，用的这个标题都是暨大生科院首次定量化中心法则。然后，既然我们能够测定每个基因的它有多少 mRNA 在翻译，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测出这个细胞里面这个基因的总的 mRNA 有多少。于是我们就可以把翻译的除以总的，然后就可以算出一个值叫 TR (translation ratio)。那么这个 TR。啊，翻译频率，这个 TR 这个东西呢，在真核生物里面，它可以直接对应到翻译起始的效应，因为在真核生物里面，翻译的线索步骤是翻译起始，
所以的话 TR 是能够表征翻译起始的效率。那我们发现 TR 和蛋白质的丰乳以及 mRNA 丰乳之间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因此 TR 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指标来表征某些基因的行为。然后呢，在如果我们对应我们在这个肺癌细胞和正常细胞里面做这个 TR 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A559 是一株典型的肺癌细胞，然后 HBE 呢是人自身的上皮细胞啊，这个是作为正常细胞。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TR 随着这个 mRNA 越长啊 TR 越低，这个好像有点问题哦。 mRNA 这么长，它的翻译效率又这么低，这岂不是浪费吗？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然后第二个现象是 mRNA 这个在肺癌细胞里面这个斜率更大，也就是说小分子的这个合成的优先级翻译的这个起始更加活跃，大分子差不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而且不是一个两个基因这样哦，整体就是这样，这个是为什么？好，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一下，我们后面讲啊。我们还是看一下 TR。大家要想研究一个什么生物学过程，往往就喜欢做一个蛋白质组学，对不对？那我们是人类蛋白质组学的这个中国核心团队之一，然后每年我都要被请去那个这个世界的 QCO 啊，去做这个代表中国去做汇报的。那我们做蛋白质组学，我们把 A59 和 HBE 做了个差异蛋白质组学，然后去用 IPA 这软件去看一下它的负极，那这些差异蛋白负极在什么样的一些工作里面，然后大家可以看见这些都是花花绿绿的，橙色代表上条，蓝色代表下条，然后你可能如果不是搞癌症的话呢，直接一看可能看不出太大趋势来。可是把 TR 上条的123个基因做过 IPA 分析，大家可以看见是一个非常统一的倾向。那么它的前十位这个通负极的通路基本上已经描述了癌症的几乎所有的方面cellular development 你看这个 cellular death and survival movement growth and proliferation 这些东西都是癌症的时候它的一些 hallmark。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一些局部精细的情况。这是一个 TR 上调的pathway。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标红的这些蛋白质呢，这些基因都是 TR 上调的。我们可以看见 TR 上调了，它这些东西它下游的通路是什么呢？ Angiogenesis 这个是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Angiogenesis， 这些是癌症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表型，这些一些通路，所以它是由这些翻译受调控的东西来调控的。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条途径，这是 P90RSK。这个东西呢，它 mRNA 水平其实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在癌症里面，它的翻译非常的就是高度的上调。这个玩意儿高度上调之后，使得这个在 mRNA 水平基本上没有变化的情况之下，它可以蛋白质的产量会高很多，所以它会激活 EF4E。然后 EF4E 呢会接下来就是启动了翻译就是翻译的起始。所以呢，这条路线是一个翻译自激活的环路，它这个翻译自激活的环路就会使得癌细胞能够维持自己的恶性表现。所以说你要是想治疗癌症的话，它给的一两个蛋白质是绝对没有用的。这是近20年来所有的癌症的临床研究所证明的一个事实，就是说它给的一两个蛋白质一两个基因是没有用的，一定癌细胞有的是把它给它规避掉。但是如果你通过如果你找到了癌症真正的命门的话，你才有可能来治疗。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在研究的方向。好，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提出来的几个问题来，为什么会有长度翻译依赖的这个起始效率？那么这种特性会对细胞有什么好处？为什么癌细胞会上调小分子蛋白质的翻译起始效率？
这个在当年我们发了第一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能够给他一个解释，只是单纯报道了这样一个现象。然后呢，这个问题的解释，是由一个高一的学生完成的。当时呢，这个小孩叫郭建明，当时是广东省实验中学高一的学生。然后他看到我这个东西之后呢，他提出了他从《星际争霸》的这个游戏的里面的一些战略，提出了一个解释。然后我觉得哎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就邀请他加入我们实验室。然后在他高三的时候就发了这篇文章啊，这个是它是封面文章 ，Molecular Biosystem， 这个是在系统生物学领域是排名第二的一个权威杂志。那么我在这里既然面对的对象是专业的，你们都是很专业的人，所以我就用一个比较专业的这个方式来讲吧。我们现在有一个细胞，那么这个细胞它要合成，不断合成蛋白质，它合成的不是一个两个蛋白质，而是合成一个有功能蛋白质组，对吧？所以呢，合成一个有功能蛋白质组需要多少能量呢？那就是一个合成耗能以及降解错误合成蛋白质所需要能量，对吧？那么合成耗能好说，你这个蛋白质有多长，那我需要消耗多少个多少个 GDP， 对吧？那也等同于 ADP 了。降解错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错误合成的蛋白质它有哪些错法。那么蛋白质合成中的错误因素呢，基本上前三个氨基酸的错误参入drop off 是那个就是合成一半的然后那个能掉下来了，然后还有 frame shift 移框，对不对？这三个这个是大家在课本上学过的，他们的这个错误概率呢合起来也是千分之一左右，大家就觉得哎，蛋白质合成是一件高度精密的事情，对不对？这个很靠谱啊，才千分之一的错误率。但实际上我要告诉大家，结蛋白质合成出来就30%是折叠出错的，这30%是没有功能的，甚至会对细胞有害，所以细胞要赶紧把它处理掉，赶紧给它处理掉。那么这个结构率折叠出错它的影响因素呢，一个是 CDS 长度，越长越容易出错，还有一个就是翻译速率翻译速率越快它越容易出错。于是呢我们对于这个里面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的蛋白质，10000多种蛋白质，它合成你怎么样去计算它这个能量比呢？因为每个蛋白质它的结构不同，它的功能不同，那你怎么样去把它抽象成为一个就是它有用的部分有多少呢？于是我们把细胞里面所有蛋白质分成了三种类型，当然这个讲的会很细，我就不细讲了。那我最后我们发现，就是无论蛋白质属于哪一种类型，都是什么呢？这个 AR 这个数值呢是小蛋白质翻译优先级，也就是说AR 越高，小蛋白质的翻译优先级越高。我们就发现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当小蛋白质翻译优先级比较高的时候，提高的时候，它这个能效 R 就越高，也就是说你付出同样的能量，你能拿到最后有功能的蛋白质越多。但是 AR 这个参数高到一定程度了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曲线是平的，也就是说再增加小分子蛋白质的这个翻译优先级，你已经不能拿到更多的这个有功能蛋白质了。所以说这个灰色的虚线呢是 KALA 里面的实测的值，大概在这里。然后呢在这癌细胞里面，大家都知道翻译很活跃，翻译衍生速率也很快，所以它的错误率会比较高。所以说呢，这个错误率高的时候，你看这个是四个不同的错误率，错误率越高，它的这个曲线越往下。那么，从一个细胞从正常细胞变成癌细胞之后，如果它的这个 AR 值不变，也就是小分子的这个翻译优先级如果不变的话，它是走这个阿尔法路线。如果这个时候它提高 AR， 提高小分子的翻译优先级，于是可以走贝塔路线，于是呢，它的能效也可以增加。于是我们得到了，我们可以回答那两个问题提高小分子这个小蛋白质的翻译优先级就可以提升能效比，并且呢，癌细胞由于错误率高，所以呢，
它需要继续提高小蛋白质的发育优先级，可以提升进一步提升农效率，这样的话使得它有生存优势。那么这个东西，这个小蛋白质的这个发育优先级是怎么提高的呢？然后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不是一个两个蛋白质的问题，而是所有的蛋白质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得考虑一些整体性的因素。那么长话短说，我们研究了很多的因素之后，最后发现粘度是产生这个过程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总而言之就是什么呢？癌细胞的粘度是比较低的，这个是各种研究都证明过。然后呢，于是粘度较低，扩散就比较快，自黄化会加快，这是发育起始的主要过程。然后呢，自黄化加快之后，小蛋白质和大白蛋白质的起始效率差别就会增加，用这种方式。但是你不能说给你不能说不给这个癌症患者喝水是吧？这个提高它粘度，这个不行。所以呢，癌细胞还是很聪明的，还是知道你没办法做这个，它不好治它。但是我们有别的方法去治它。好，至于怎么治呢？我们现在还在研究，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翻译组学在人类蛋白质组计划里面的应用。那大家都知道，人类蛋白质组计划呢，它是希望能够建立所有人类基因库编码的蛋白，绘制人体蛋白质图谱，而且呢，作为研究蛋白质分子功能，推进疾病诊断和治疗的重要实验。这个是2014年在这个在釜山开的一个人类蛋白质组织会议。那我在这个地方，这是整个 CHPP 的核心科学家都在这里了。那我为什么能在这里呢？就是主要是翻译，我们提出了这个用翻译组的方式可以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人类蛋白质组计划。那何以见得呢？大家如果做过蛋白质组的都知道，蛋白质组的这个质谱的鉴定灵敏度是很低的，而且这个序列覆盖度也是很低的。我们想用蛋白质组的方法去研究一个什么具体的过程是很难的。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就是蛋白质组呢，它的这个覆盖度，它的肽段覆盖度，那就比我们的这个测序要差远了。因为什么？测序我可以疯狂的提高通量了，对不对？所以我就可以做到全覆盖。然后呢，我的翻译组由于它不受理化性质的影响，因此我的这个翻译组的这个翻译组的这个灵敏度远远高于任何质谱，甚至是多种质谱联合起来你都拼不过我。而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哎，像这个极低丰度的这些蛋白质我可以检测到它的翻译，但是检测不到它的蛋白质。中间这个地方大概有5000的基因，这5000的基因是不是由于它的丰度低就不重要了？我告诉大家的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把这个整个这个丰度区间分为4个区间，R1 是最低丰度，R4 是最高丰度的。那么我们看的 R2、R3、R4 这些是低丰度、中丰度、高丰度的这个蛋白质，它们的这个生物学功能基本上差不多的，所以能玩都被别人玩够了。但是呢 ，R1 这个极低丰度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看见它的这个生物学功能是非常丰富，而且呢，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biological regulation, multicellular organism process, development process, response to stimulus 等等，像这样的一些，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调控性的这个东西。所以调控性的蛋白质它并不需要量很多，它有就可以了，但是它们起到的作用是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如果你不看翻译组，你不用翻译组的方法，你是永远或者说至少在近期内是没有办法看到他们的，也没有办法对他们进行研究，那么你就将错过了一个非常大的宝库。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大堆的能编码蛋白质的非编码 RNA， 因为现在立法 RNA 的研究很火，火了多少年，但是呢其实很多人都没做清楚。那我们就发现实际上有一些立法 RNA， 你说它是立法 RNA， 实际上它能编码蛋白质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比方说这个里面有一个 HMG
TB3P1 这么一个基因，到现在为止大家去查，它还是一个 non-coding RNA， 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在不同细胞里面它都能翻译。于是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我们测了九株细胞的这个翻译组，然后就发现呢，从每株细胞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到1000到3000个已经注释为 link RNA 基因，可以翻译成为50个氨基酸以上的蛋白质啊，注意是蛋白质，不是小肽，翻译成小肽这个不新鲜。而且我们做这个 ribosome profiling 呢，也可以发现这些新蛋白，它有这个 ORF 是有核糖体移动证据的。话说回来，我们是全中国第一个能做 ribosome profiling 的这个实验室。然后呢，这个蛋白质水平它究竟存不存在呢？我们也做了非常大量的这个努力，我们用质谱，用Western 等等的方法去找到了大约700个新蛋白的蛋白质证据。如果用最新的人类蛋白质计划的严谨条件来限制一下的话，也有300个左右的新蛋白的蛋白质证据，而且我们证明它们是稳定存在并有生物学功能的。时间关系，我就不细讲了啊。但是这个结论证明了人基因组必须系统性的重新注释，因为至少有5000个，我们发现5000个 link RNA 很可能它实际上并不是非编码的。于是呢，我们提出的这个翻译的数据就被列为人类蛋白质计划的第4支柱。这个呢，在2013年9月重庆的实验推广第8届啊中国蛋白质组大会上面，由这个人类蛋白质计划主席翁文博士啊向全世界宣布，在2014年的时候呢，被推广作为2014年的首要突破贡献。然后呢，这个我每年都要去做个讲座。然后呢，这是去年9月20号推广2017年的时候，我们在最后一天终于赶到了，然后呢做了一个压轴的演讲啊。这个是广东新闻联播，广东新闻联播的当时的一个报道视频的截图，然后他们用的标题是“我们科学家团队发现人类新蛋白，过程攻克癌症的关键”。2016年的时候呢，Hugo主席翁文博士宣布，报道新蛋白必须提供其翻译证据。注意，如果说你发现一个link RNA它能够编码蛋白质，那么你必须要提供它能够翻译的证据，而不能只是说，哎，我做个抗体做出来了，这个是不行的，国际上不认。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翻译起始，看完了之后，我们再看翻译延伸。大家都知道 mRNA 是要经过翻译过程然后生成蛋白质，但是这个过程并没有这么简单。在翻译过程里面， tRNA 携带氨基酸一个一个的往上加，所以会形成一个新生态链。新生态链刚生成出来的时候显然是没有结构的，它需要经过折叠才能变成有活性的蛋白质。如果这个蛋白质序列正确，那就折叠错误，那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不仅没有正常的生理功能，还可能导致严重的疾病。比方说现在最难处理的一类疾病叫做这个神经退行性疾病，它们的病因都是不同的蛋白质发生了错误的折叠啊。比方说这个肌肉小岛运动失调症，它就有很多种分型。这个是日本的木藤亚也，他是他的故事呢后来写了他的这个日记，他得病之后的日记，后来被结集成书，叫做《1公升的眼泪》，大家有可能之前看过有这个改编的电视剧或者电影。然后呢，阿尔茨海默症啊，分心症综合症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延长人类寿命所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阻碍。因为在80岁的时候，发病率只有10%，但是在90岁的时候，发病率可以高达50%以上。这种东西，它的这种病，它的这个蛋白质的序列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折叠有问题。因此呢，在生物化学上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知道蛋白质正确折叠的信息储存在哪里。
在1970年左右的时候呢，安平森和几个同事呢做了一系列的实验，然后这是他们做的一个很经典的实验，这个教科书里面都有，就是拿一个human nuclease， 它上面有几个二硫键，打到二硫键，然后呢加热或者加变性剂，让它失去它的变形结构，然后呢，当降温或者除去变性剂了之后，这个肽链自动恢复成天然构象，并且具备了 RNA 的活性，它可以切掉 RNA。于是 Anderson 得出一个结论：蛋白质的天然构象完全由其氨基酸序列在一定环境中唯一决定。这个结论被称为安芬森原则，得了197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然后也写进了每一本生化教科书，大家都学过，我就不多说了。那大家也都知道啊，总共有61个密码子，编码氨基酸的，有3个是编码那个中子密码子。于是呢，大部分氨基酸是可以有多个密码子编码的。比方说，大家可能都记得的是，亮氨酸是有6个密码子来编码，然后氨酸有4个密码子，所以有一些这个碱基突变啊，它不会影响出这个编码出的氨基酸的。叫做沉默突变 silent mutation 啊，没有，应该是就是他说没有响声嘛，对吧？突变等于没突变。如果是按照安芬森原则的话，沉默突变它不会改变氨基酸序列，于是也就不会影响蛋白质的折叠。但是我们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儿，在mRNA 翻译的过程中间，这个核糖体移动的速度并不是恒定的，它有的地方有些地方快，有些地方慢，有些地方慢呢，这个是我们理论计算出来的，然后也得到了实验的证实，有些地方比较慢，你看在这个地方有2个比较关键的这个翻译暂停前面也还有2个，如果说我通过 silent mutation 去把这个地方的这个缓慢翻译的密码子替换成为同样氨基酸但是翻译比较快的这种密码子的话，我们就消除了这个翻译暂停，但是这种情况之下折叠会发生错误，功能会发生异常，甚至这个蛋白质的定位都是错的。那么我们可以全局性的去干预所有蛋白质的这个翻译折叠，那就是一塌糊涂，就是这个是全局性干扰翻译暂停位移，就导致大量的细胞内大量的蛋白质不能折叠来局性。我们理论计算呢证明只用提高3种 tRNA 的风度，就可以使得蛋白杆菌里面18%的这个蛋白质不能正确的折叠。那么这显然对于细胞来讲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呢，我们再回头去看一下安芬森原则，他说蛋白质天然构象完全由其氨基酸序列在一定环境中唯一决定。那么我环境是一模一样的，氨基酸序列也一模一样，但是它就是不折叠。所以呢，这个结论是错的。我经常使用的一句话叫做 silent mutation may have sound effects， 中文呢，我就把它叫做此时无声胜有声。正确的结论呢，就是蛋白质折叠的性质不但存在于氨基酸序列中，也存在于 DNA 中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诺贝尔奖就是什么很了不得的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呢，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斗争之后，终于发在那个 Nature Structural Molecular Biology 上面，然后作为封面文章 Stop and Fold。然后当时这个是德国的媒体对我们进行的专访。然后我们这个文章发了这是我的第一天第一做的文章啊。然后发了之后一年，没有一个引用。就是学术界基本上就是被吓傻了那种样子，然后呢，直到一年之后有一篇 mini review Cell 上面的，然后他就对我们就有一个总结，说越来越令人震撼的结果显示出清晰的规律，这包括密码子对蛋白质折叠的作用，引用我这篇文章，所以就此再往后面就学术界一发而火烧，大家就疯狂的就一窝蜂的就过来。沿着我的这个路径往下研究，然后就发现有很多以往没有办法解释的这个疾病，尤其是癌症里面，就发现有很多的这种沉默突变，它实际上是与这个癌症关联性很大的。
但是意思没有办法去解释啊。还有这个，比方说有病毒感染的这个过程中间有很多的过程也是沉默不变，很有关系，那没法解释，然后就用这个方式来去解释。那就是他们总结了啊，他们总结了这个东西，就是密码子变化，所以它对应的 tRNA 浓度会发生变化，然后翻译延迅速率变化，就是翻译暂停的情况会发生变化，然后蛋白质构成变化，于是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疾病啊。反正他们爱研究研究去吧。那我这人想来是这样的，这个开创一个领域之后，你们谁爱跟风就跟风去吧，我干点别的。然后我想的话，就光在象牙塔里面搞研究，搞了100篇文章出来，其实也不顶什么用。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办法能够解决一下人民的人民的困苦的问题？于是呢，我就把目光转向了个蛋白质的表达的这个事情，因为我硕士是科班学这个蛋白质工程的。那么工业和药用蛋白质市场的容量呢，全世界的容量在2015年的时候达到了1500亿美元啊，现在的话，而且是每年是以20%的速度在增长。但是呢，蛋白质外源表达很难得到可溶性功能的蛋白质，这是因为蛋白质的折叠会发生问题，对吧？进保管体之类的。那对啊，在这儿，但是呢，这个大家就想方设法去表达出来，对不对？要表达有活性才行啊，有很多的这个表达优化方法，但是它对一些蛋白质可以取得一定效果，对绝大部分的蛋白质是没有效果，因为它有很多缺点啊。这里我就不一一跟大家讲了。那我就想了，既然翻译暂停错误会导致蛋白质错误折叠，那么我们使用翻译暂停序列理性重设计的方法去优化翻译暂停，就能够促使蛋白质正确折叠，从而促进可溶性表达具备生物活性。那么这种方法它不需要改变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也不改变诱导表达条件啊，就可以达到效果，并且它和传统优化方法毫不冲突，可以联合使用。那么这个方法当时我提出来的时候，我的老师跟我说了一句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话，他说你这样 You are a scientist, or you are a well-trained scientist, please think scientifically。 但听明白这意思了吧，就是你是一个很经过严格训练的良好训练的这科学家，那么你不应该去像这样这么荒谬的去想，你应该用科学的方法去想，就是他不相信我可以做出这个东西来，然后我说你不相信我，我回国做，于是我回国做，然后我回国做的时候也没有人相信我，然后我就做出来了。然后呢，这个我们优化的第一个蛋白叫做 CBN， 这个蓝藻抗病毒蛋白，这个蛋白非常厉害，它特别对于它可以广谱抗病毒，比方说HIV 流感、疱疹病毒、埃博拉病毒通通能抗。而且呢，大家知道流感病毒还有 HIV 这属于高变异的物种，对不对？你做抗体它变异一下你就没用了。但是 CBN 它作用的原理并不是去直接结合这个病毒本身，所以它的发挥作用的原理决定了什么，你这些 HIV 你的流感随便变成什么样子都有效。所以你想看这玩意儿的这个商业价值有多大，对吧？1996年发现，一直大家就是全世界科学家就想把它生产出来，你在实验室里面搞过几个微克做个实验，这个肯定都搞不出来，可是你要是工业级的生产啊，10000块钱一克的药，你吃得起吗？肯定是吃不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想，哎，有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个硬骨头给啃下来。于是我就用了翻译暂停的这个理性的这个方法，大家看看，我们做够了两个这个突变体，氨基酸序列一模一样的，全菌体的裂解，我们发现 M1 和 M2 它的这个表达量，尤其 M2 可能比这个原野生型还要低一点，但是呢，可溶性蛋白我们会发现，这个像这个 M1 和 M2 要远远的高于这个野生型，然后过度纯化之后，野生型你已经看不出来了，但是呢，这个我们的优化版本还是有的，并且呢。我们做了一下抗病毒的比活性啊，注意是同样的，比方一个微克它也能够抗多少病毒，不仅是可溶性的这产量增加2倍，抗病毒的比活性甚至比野生菌都高，也就是它的折叠的状况比野生菌还要好。然后现在呢，我们还做了一些就是比方说半抗体的这个原核表达啊，它的这个效果也是非常非常好。然后呢，
最后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有关这个翻译延伸的这个技术技术方法。那么想要研究翻译延伸，我们就不仅仅去测 RNC 了，我们要去做这个 Robertson profiling。 那么这个 RNC 就是普通的翻译组测序，和这个 Robertson profiling 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RNC 是提取被核糖体结合的 mRNA 来测序，而 Robertson profiling 是用酶切去把这个无保护的 mRNA 片段去切掉，剩下只剩下那些被核糖体保护的mRNA 片段，把这些小片段拿出来啊，把核糖体拿掉，剩这些小片段，然后拿去测序，这个叫做 Robertson profiling。 这两种方法是他们是研究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能够表征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是不可互相取代的。 RNC 这个 RNC 系统它是主要是看翻译基石，而 RFP 呢它兼有翻译起始和翻译延伸的这个影响在里面。所以呢如果你想全面的研究翻译的话呢，你这个三大测序都要做。那我们是第一个发表高等动物的这个中国团队，Revelseed 的这个中国团队，目前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个。然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我们有三大测序的数据之后，我们就可以一个方面计算 TR，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用上这个 Robertson profiling 的数据之后，我们可以算出来一个叫 EVI elongation velocity index。 这个东西呢是反映翻译延伸的速率。那我们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生理条件下翻译延伸速率的全局测定。然后呢当然这篇文章大家可以去看，会非常复杂，但是我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总的来讲的话呢，会在这个翻译起始、翻译延伸，这是两个独立的维度，它是独立调控的。所有蛋白质它会有四种可能性，对吧？绝大部分的蛋白质它是翻译起始是比较普通的，然后呢也是这个 EVI 它的延伸也是比较普通的，这是一个平衡模式。有一小部分蛋白它是史坦丹优先模式，这一部分它的 TR 特别高，翻译起始特别高，然后呢延伸是比较快的，而且它这些蛋白质的折叠的稳定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呢还有一部分蛋白质是这个翻译起始一般般，但是呢翻译延伸速率非常慢，这个叫做质量优先模式。我们刚才说了，翻译延伸如果太快的话它就不容易折叠，那么延伸慢一点就会折叠了啊。所以这些东西是质量优先模式。在那么还有一种就是高翻译起始低翻译延伸的这种情况存不存在，我们发现根本就不存在。因为这种会这样的，就像那个高速公路有很多车进去，但是呢中间他们走得很慢的，这个时候就会造成高速公路上的大堵车。那么这个不是染色体，写错了，那个核糖体堵车。那么这个这种情况会很容易造成翻译引码或者是核糖体掉落，就会造成产能不足的问题，会消耗空耗大量的细胞内的这个战略资源。因此在进化中这一类的基因就逐渐就消亡了。然后在癌细胞里面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对比正常细胞，我们发现的最后结论性的是这个癌基因我们知道有一些基因是癌基因，有一些是抑癌基因。那么癌基因呢在癌细胞里面会降低它的翻译速率，增强它的折叠与功能。另外一个方面，抑癌基因的话会增加翻译速率，去减弱它的折叠与功能。一正一反的这个调控，而且是主旋律调控，维持了从翻译延伸的角度去维持了癌细胞的恶性模型。我在这个讲的最开始跟大家讲了翻译起始，它这个癌细胞怎么样去利用翻译起始的调控去维持它的恶性表现。那现在我给大家看这个翻译延伸部分，它也是可以维持它的恶性表现的。所以癌症是非常聪明的，它用各种方法就维持它的恶性表现，让你非常难去对付。最后跟大家讲一下有关 tRNA-seq， 就是 tRNA 其实是人类最后一类没有被测序的很好测序的 tRNA 分子。那我们呢在一年的时候成功实现了世界上第一个 tRNA 一组特异性的定量测序，
所以就发现了很多现象，这是在这个大肠杆菌里面做的。然后我们就发现大肠杆菌在氧化应激15分钟的时候到30分钟的时候，这个应激期它 T 二面是普遍下调的啊，普遍下调的，甚至在跑焦上面都能看得到。但是水过了之后，它适应了之后，它就 T 二面就提升了，甚至提升的比原来还更高。那么如果我们用人工的方法去提高它的 T2NA 的这个提高它的 T2NA， 在正常状况之下它是有它是有害的，因为一大堆的蛋白质负责也。但是在氧化应激和这个抗生素的作用之下，压力之下，提高了这个 T2NA 的细菌，它能够耐得住更高的氧化应激，以及在更高的这个抗生素的浓度下，它长得反而比不加药要更好一些。所以这是一个完全新的细菌早期耐药的机制。那大家现在这个耐药菌很泛滥，对不对？这很麻烦的事情，大家想办法去怎么去解决掉这个耐药菌。那么这个机制我告诉大家，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好，于是呢，今天的我的这个翻译所学的这个讲座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最后用一句话来做一个总结，那就是 New Insights Translate Problems。谢谢大家。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这个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我提个问题，哎。来的比较晚啊，但是就听到最后一部分就觉得非常的兴奋，就是特别是在你新视角啊，因为就是说你看您那个说的就是说，在这个肿瘤中，它就是说它反而是降低了翻译速率，对吧？增强了折叠的功能。对。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就是说我们做表达的话，它反而有可能就是说你做的表达是降低的。对，是的。那这样的话就是说，那这样分析数据的话，就是我们要当心的看，因为我们现在。做 RSK 也好，或者说做 Western 也好，我们都是基本上就是说你是全蛋白，看到了它的全蛋白它可能在下降，但它里面有功能的部分却在增加。这样的话就是说要想办法区分它的功能。对，区分功能。对，因为你的那个 Western 实际上是区分不了它的功能的。对，比如说像我们戴部长做了一些，如果是磷酸化合物功能，对，要区分好。对。行，谢谢。这个确实很有意思啊。我在这里那个就是说改变那个就是那个外源表达在知识嘛，就是说你想能不能详细稍微详细的讲，就是怎么样来改变它的那个属于翻译是吧停止的这样的翻译暂停暂停的这样的位置。对，比如说在细菌里面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中比方说你其实很容易的，这个想法很容易啊，就是操作起来有点麻烦，只是麻烦但不难。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它在正常的状况之下翻译暂停在什么地方，对吧？因为你比方说从人里面克隆这个东西到了细菌里面去，它的因为 tRNA 是不一样的 ，tRNA 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在人里面的翻译暂停，直接把它克隆过来到细菌里面的翻译暂停完全是另外的情况。所以呢，你一个方面你要就要知道这个哪里翻译暂停，在人里面哪里翻译暂停，当然这里有办法测，但是很难测。比较简单一个方法是什么？比方你有结构，你通过结构的方式，因为结构，我们有个结论，就是在结构与下游20到40个氨基酸的地方，一般都会有一个翻译暂停，这是大面积的这个研究的结果。所以的话呢，如果你这个蛋白质是有结构的，你可以根据结构域，然后后面你塞翻译暂停。那么怎么塞翻译暂停呢？在大肠杆菌里面，我们知道，因为翻译暂停它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 tRNA， 其他的有一点点影响但不多啊，不多。这我们有各种实验数据证明 ，tRNA 是影响翻译暂停的主要因素。那么这个因素，就需要你去知道，比方说大肠杆菌里面它的这个 tRNA 各种 tRNA 它浓度是多少啊？这个有人测过，那我们也能测。如果你不在大肠杆菌里面，你在其他什么杆菌里面，什么菌里面或者酵母里面，你们也可以测，用有 tRNA-seq 这个技术。是可以测的，然后你知道哪一种 tRNA 的浓度之后，你就可以大概去算出它的一个翻译暂停是大还是小啊。我们有一个算法可以去算，算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看一下你去改做你这个翻译暂停和你想要的翻译暂停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的话，你就要去做这个 cyclic mutation， 你就换不同的氨基酸进去去试，
然后不停的试，试到和你想要的翻译产品差不多为止，然后你就拿去表达。这个试的过程就比较繁琐了，对吧？我们也有一些这个程序可以辅助，就是辅助去做一些计算，但是还是不能完全脱离人工。也就是说，这个你就说得还是得要一个个去试，就是说不用去试，我们先就是计算好了之后直接合成，比方合成基因，因为你可能要做很多很多部件，你做突变做了累死了，所以你干脆直接合成基因。做了基因合成之后，然后直接导到这个单个里面去拟表达。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试手过。那是不是可以？因为你像你说的，因为它影响它的主要因素的话，就是它的TMA 的TMA 的那个量。那实际上 TMA 的量的话，好像现在这个密码实验室，好像有一个网站是专门是介绍这一方面的，就是说。TMA 的频率和它的量没有什么关系。哦，现在的频率和它的量。对，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个我们以前有文章。所以，而且呢，你想想看啊。这个人全身上下这么多种细胞是吧，他的基因组全是一样的， TRNA 的这个频率是一样的，可是他的每个这个细胞里面呢，他的 TRNA 的组的这个组成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说频率是不顶用的，大家应该就是抛弃掉这个 TRNA 的频率要去测。我就接着这个再问一问，因为我前段时间好像也和一个人聊过的 TRNA 组，就是比较新一点，也是很快。那当然的话，就是说，你看不同的组织，它们 TRNA 的图不一样，那可能是同一组织的不同的细胞，那个还就是决裂的，可能也是很大。但是我们知道，就现在咱们这个 TRNA 啊 profiling， 它就是说精度是能达到这个单细胞水平，还是这啊？另外就成本高不高？是这样的，单细胞上面的 TRNA， 因为本身来讲。翻译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高度随机化的一个过程。这个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发了一篇 AR 文章，那个里面有详细的讲，就是我们创建了一个连续模型和一个离散模型去评估这个翻译的这个过程。那么在一个细胞里面，它的这个翻译的延伸实际上也是一个高度随机化的一个过程 ，stochasticity。所以的话，你做了单细胞，你就算把单细胞 TRNA 测出来，也没有办法去详细的去理解每一个 mRNA， 它这个时候过了几秒钟加入下一个氨基酸，其实你没有办法预测的。所以的话呢，这对于这种高度离散化的模型，最方便的方法实际上是用这个数学模型去进行预测，然后预测最后算出一个结果来之后，你再拿实验去验证。那么这是我们2010年那篇 VR 文章的这条主线下来，就是详细的话你可以接着可以去看，因为如果要讲的话，这又是2个小时了。哎，张老师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前面讲到那个非编码 RNA 就产生新蛋白嘛？对，这个新蛋白产生的机制跟一般蛋白就是翻译一样的，一样的，完全一样。啊，破裂。那为什么就是之前大家会错过这一部分呢？我要告诉大家的事情是，不要特别去相信数据库，因为所有的数据库都是由比你们笨的人去瞎搞出来的。这个话真的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数据库是怎么出来的？就是这个注释，什么是编码蛋白，什么是非编码蛋白，这个是怎么搞出来的？它的历史过程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从90年代的时候，随着这个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不断的演进，那么得到的这个基因数据是越来越多，那大家就想知道哪些东西是编码的，哪些东西是非编码的，于是呢就整了一批一定是编码的这个蛋白它的基因，还有整了一批绝对不编码的，比方说 RNA、tRNA 那些东西是绝对不编码的。好，把这两个。他就找了这么一些东西，然后放了一个模型里面去训练，就让大家去认识，哎，这个就让计算机去认识，哎，这个是编码的，有什么样的特征你自己去找，然后那个非编码的呢去你，然后就有什么特征你自己去找，就好像说我们跟小孩教育小孩的时候，哎，认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是吧？给人看一堆男人的样子，给人看一堆女人的样子，然后就小孩就会分辨，结果。突然出现一个那个苏格兰的男人，穿个裙子了，这小孩十有八九就会直接认为那是个女人，
因为你看到的女人穿裙子的很多，对不对？男人从来没见过穿裙子的，所以就会误认为，哎，这个苏格兰男人是女人，所以就认错了。所以一切基于先验知识的训练，就包括现在的 deep learning 很火的 deep learning， 对吧 ？AlphaGo 那些东西，它都会犯经验主义错误。这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用机器学习要特别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所以实际上是经验主义错误导致了会把某一些真正编码的蛋白就被归为了非编码基因里面去，而事实上我们就发现这些新蛋白的这些基因呢，它确实从各种上面是与传统的基因是不太像的。但是我不要紧了，我不用猜了，现在我直接测好了，我就测出来，你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了，对吧？所以说大家不要特别去相信它的这些数据库里的注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那个蛋白处折叠，就是您刚刚讲的，跟那个神经退行性疾病很相关嘛。嗯。然后你们这个研究其实就是讲这个速率跟这个折叠之间的关系。嗯，那如果说从治疗的角度，你们现在有没有手段？就是调 TRN 是一件非常非常 risky 的一个事情。首先它特别不好调，因为大家知道，TRN 是细胞中丰度非常高的一类 RNA 分子，有多丰度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正常的上皮细胞里面，大概80%是 RNA， 10%-15%是 TRN， 然后还有乱七八糟一点是其他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小 RNA， 然后只有1%-20% RNA。好，所以说我们要想，如果把一个通过一般的这个表达技术，想要把表达一个什么 TRN 到这么高的丰度上去，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极其难做的事。敲低 TRN 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吧？因为它丰度太高了，你敲低一点不管用啊。所以这个就麻烦了，而且 TRN 呢，你又不是说完全把它敲的整个敲除有问题，对吧？它没了，它就活不了，对不对？所以就有这个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人基因组上编码一共有459个 tRNA 基因，但算上一些可疑的，一共有506个。那么这么多的基因，它究竟哪些开放，哪个是不开放的？哪些东西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同一个反密码子，它的这个调控的模式是什么样的？当然，这个我们有一些初步的研究了，有些初步研究发了一些文章在这个里面。但总的来讲，这一块太复杂，所以不建议大家直接针对 tRNA 去下手。会这个副作用实在太大。你说那个就基因治疗的那种，基因治疗就把它那个序列直接变掉，就是你们将刚才讲沉默突变。你怎么样去在活体里面做这个事儿？呵呵，难度很大。行，好，谢谢。张老师，非常这个精彩的报告啊，听了很有启发。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速率影响到底是，比如说啊，是它折叠的速度，还是比如说有一些分子伴侣需要时间过来？这个跟分子伴侣没有关系的，就是纯粹是它对 co-translational folding 啊，在翻译中就在折叠。当然了，这个分子伴侣它是在下一级起作用的，比方说它这个折完了，这个东西在它还有问题，那么再进分子伴侣，那个就跟翻译过程没有关系。另外就是了解一下，就是说，比如说，因为这个速度造成这个结构不同，和这个他们之间啊，能不能，比如说分子伴侣，然后让他们再转变？是这样的，分子伴侣呢，依赖分子伴侣的这种东西，大概只占很小很小一部分，10%左右，而绝大部分的这个蛋白质的折叠是主要依赖的就是翻译分子，就是说它自身的一个对，所以分子伴侣能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绝大部分分子伴侣的作用不是说让这个坏人改邪归正，而是直接把这个坏人咔嚓。我换句话来说啊，假如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倒着合成，倒着合成，那是不是折叠也会出错？什么叫倒着合成？就是说，正常的不是有 N 段到 C 段合成吗？对不对？假如比如说从 C 段到 N 段合成，你提了那么多问题挺好的，没事我们可以回去试一下啊。就是我感觉啊，就比如说啊，就是一个管的蛋白相对来说它序列可能决定了它的结构，因为它没有太多的这个对，没有太多折叠的东西嘛，然后但是比较长的，比较长的就是需要了，可能很多这种亚稳态类似于，对，可能折叠的这个过程就比较对，所以说它那个60年代的时候就有个 Leventhal paradox 对吧？这个可能现在的书上不一定写，但 Leventhal paradox 就是指
那个时候有人就发现，一个蛋白质，哪怕一个小蛋白质，它如果要尝试所有可能会落下的话，它要去折叠，那么这个折叠的时间是比宇宙的年龄还要长的，所以这个显然不可能是这么折叠出来的。究竟怎么折叠呢？其实到我这个理论出现之前都没有回答。然后我这个理论出现了之后的话呢，我就可以去解释它，就是它把一个大蛋白质的折叠的问题化解为很多小的区段的折叠，这就容易吗？而且顺序而来的，哎，顺序而来的。第一个结构域生成出来，然后我们停一下，让它去折叠，给它时间折叠，折叠好了，再第二个结构域再出来，再暂停一下，让它折叠，这把一个大的问题分解成很多种小问题解决，这就容易多了。不然的话，大家一起出来，哎，前面和后面就会发生长程相互作用，最后就折叠就不对了。换一句话出来，比如说你合成一个蛋白质，假如有方法把它给扯直，然后再一松开，那80%以上是回不去的。对，就和原先的结构就是不一样了。这个我们说这种反倒是它自然的，就是说，假如啊，按照原先的那个诺贝尔理论的，对，这种你这个应该是回去，大部分能回去的。或者至少在分子伴侣的作用之下，它是能回去的。但是回去的不是原先，不是原先的，是就是说生理上的这个。对对对，它一般来说就回不去完那个天然构象，然后它就会沉淀下来。那个大家可以去做一下这样的实验，就稍微大一点蛋白质，你给它加冰进去，然后你透析完了之后，你发现回不去了。是，这个我有经验，我做过一年多的这个变性复性。变性复性这个是一个比较低效的一个方法。还有问题，好，那我们谢谢张老师。好。